新区涵盖的面以上海这样都市的大家庭为主，涉及的阶层的人物特别的多，人物的代表性更多的还是他处在这个都市里边的不同的阶层的代表性。跟冯小琴一样，在年少的时候去到一个大的城市去打拼，希望在这个城市里面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父亲之间的事情要你在这里指指点点的？你对他有过父亲之间的尊重吗？他最小的就是有你，你不要强词夺理。他感情上非常的单纯，也非常的执着，他一定要去完成没有完成的梦想，我觉得他很勇敢。每个人其实要在这样都市里面去找你心灵的这个居所。开始，开始。阶层上的矛盾啊，然后家庭关系上的矛盾啊，包括理念上的一些矛盾啊，性格上的矛盾啊，这才是这个五彩斑斓世界原来的样子。万一你们两个女人打起来，又抓头发又抓脸的，我帮谁好？长达快十年，从一而终。展翔对顾青宇的十年是现实的。干什么？我就应该跟你抢，凭我爱他。思源的人生是比较无奈的，他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你不光没有钱，你连尊严都没有。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跟着个钟仔，同埋 like 我们呢条片啊！